人不断过去嘛，每天啊所接触到的外面世界啊，真正都是苦不堪言。不管是任何天灾，普天之下何其多啊！回归到啦，咱修行的本点，看看咱周围世界，是偌呢真有福啊！大家人应该爱知福惜福啊！在这个福根中，咱爱不断在造福，福甲福啊，就是差一点啊，尔定。不管是伫用咱中文的字来写，也嘛是差一点啊，或者是呢，用福甲福来讲，嘛是敢若一个心念一转嘛。咱若会当人人保持着这份平静、和气、和爱的心，天下的哪有什么人和呢？人人的心保持着这份清净无染的爱，那这敢不是一个真正的光明和睦的世界呢？所以凡事都是讲究一点心嘛，修行呢嘛是同款啊，也完全就是讲一点心。修行者心若过无好，一念之差，那就无明未动啦。但咱讲过去，只是干那一点点嘛，让咱这个无明小看未动，那就不可修行。所以啊，一念心啊，一切的苦因苦本啊，无不都是从一念心来。咱也讲过去，根定，那这个根甲定呢，来引诱了咱这个心，咱就像无去透彻了一真如的法。就是无去透彻了，人人有这个清净的本性。咱人人清净的本性若透彻啦，外面的境界呢，有什么好会当诱引咱呢？所以，亲像天空无云呐，不管是什么款的物件，从这个空间过呢，伊嘛是无云无日。所以呢，这个修行就是一点心，所以咱唔通讲哦，这不达真如法界哦，那凡夫啊，希望咱真如的道理，就是讲清净的本性呢，咱必定爱好好去探究清净的本性，好好呢保护咱清净呢。的本性唔通受外面的境界来甲咱诱引，因为境界呢是归伫境界，那就是因为咱去甲伊引迄个境，才会甲伊走入咱的心来。故为讲不见为清净，不闻无污染，咱哪会当见而不见，啊闻而不闻？咱都袂讲咱的心去互伊误解着，这当然啊，爱伫人群中啊去磨练啊，磨练出了咱这份对境不生心。不管你对我什么款的境界，
我呢，就是同款用平常心、平等心、尊重心来对待。人人若拢安尼，还佫有甚物款的境界会当来动咱的心呢？咱的心会去变动，就是伫境界的内底。所以啊，咱讲过去啊，忽然妄念未动，因为呢，咱无了解了这个真如一法界真如的本性，所以呢，咱甲这个面前对境啊，咱忽然间呢，由不得自己妄念就未动起来。只要你小小啊一个叮当呢，那就狂风大作啦。所以啊，希望大家。这句话要好好听入去吼。这个机缘无明，就是对根本无明而得明。因为呢，亲像一丛树啊，爱有树丛甲大地，才会当有这个枝叶，迄树枝才会当直直往起哩啊。咱呢，那会当咱的心地，就亲像树丛甲大地啦。咱那个断掉了，遐因缘啊，断掉了水分呐、啊，肥料所讲的水呢，就是无明水吼。或者是呢，无明的缘，咱也先给断掉了。咱的心啊，这种无明的树呢，都会打掉去。无明的树打掉、干枯掉了，那自然的寂寞啦。不管呢，是伫这个空气中，伫这个境界中，伊自然啊，都未阁发应，也都完全都会掉下去。所以无明嘛，亲像一丛树呢。所以呢，枝的旺盛，就是表示呢，这个根啊，会吸收真强。咱啊，用一念无明的心啊，来吸收外面的境界啊，那这个罪业啊，就愈做愈重哦。所以根本就是对着机缘。机缘呢，就是因为有根本，所以伊就一直无生起来。所以呢，上重要的根本就是爱断呐，咱爱断根呐，才袂搁再受这个无明的水分呢，啊，一直甲咱灌溉，一直滋润啊，都袂讲哦，这种的这个啊恶业呢，愈直直现前吼，成果。根本无明而起之业相，咱的根本无明，那是引起了呢？这个业相现前呐，咱的业相本来心底的起念无人看到嘛，这个根对着外面一点呐，那么这看到的是。咱的心起了一念的烦恼，咱忍不落来，自然呢，咱就现形出来。也那无人讲，是歹无人知啊。老实讲，心在咧起烦恼，哪有人知呢？就是因为咱现形，看咱欢喜的时，哇，笑啊，快乐啊，欢喜啊。那无欢喜的时阵，咱规个面热落来，不管是喜或者是乐啦，喜怒哀乐啊，拢是从咱的心去沿外面的境就开始现形出来。所以呢，因为这根本无明而起业
想哦，咱的心有了这个无明，就容易呢，这个根呐、啊，去外面的境界，把咱扭出去，再从外面的境界，佮扭入来。所以呢，安尼环环呐，不断的伫咧轮转哦。所以欢喜无欢喜，都伫咱的内心，伫咱的内心起，伫咱的形态，伫咱的形态，佮惹外面的形象。所以呢，这种业相、见相、境界相，这啦，就是在咱的这个根尘甲心灵的烦恼，本来是真美色，尘归尘呐，根归根呐。咱的目睭甲外面的境界有啥关系啊？一点啊关系都无。既然无关系呢，咱去解会下吧。安尼呢，就阁现出了伫咱的心的造作。所以讲起来，这种真奇妙啦吼！咱人的这个心理啊、生理啊、物理啊等等，真正的微细物件结合起来，那就变为寂寞不明。只是干那咧对境的问题念念，只爱咱的心干那一项。人讲掠贼就爱掠贼头，贼头那掠起来了，脏头那掠会掉啦。那其他的代志呢，都好解决啦。所以讲呢，咱都爱知心啦，家己自知，咱家己的心，唔只舒服点啦，甲大家人讲。那来问心啊，相助问心，那来想想，都爱家己问家己的心。我的心是不是真平静？我的心是不是袂乎我的筋？安尼呢？去看因去伫个地呢？那的境界是干那地，或者是有肺呢？知，敢那一日知字，知识，知识吼，咱讲知识分子，其实叫做知识分子。知，就是讲目睭去甲看，哦，我知啦，知啥物物件？一丛树啊嘛，一丛树啊，哪会叫做树啊？伊毋是草小啊，毋是啦，草呢，就是伫土面起来呢。啊，就是幼以外物件叫做草啦，看，这就是知甲识，了解看到啦，我捌啦，捌这大丛的叫做树，捌伫土的面顶叫做草，草有杂草，什么草哦？去分别什么草？树呢？有树名，什么树哦？去分别，这叫做。知识，那是知呢。咱会当通看到外面的境界，知了会当通去分别事物啊，各项拢总知影。了后呢，它是光明的、明朗的，无有一点啊的污染。这呢，这是真正知啊。那更加重要就是慧，因为咱若有慧有。地有慧啊，咱才会当通主观自性。咱观咱的自性啊，知影咱这个一真法界的本性。那自性都是清净的呀、啊。那所以上重要是爱智慧啦。咱若是欠掉了智慧呢，自然啦、啊。咱会生出了真多无明，所以咱现在伫咧讲的是有五主题，就是啊，第五这个无明主题呢，名叫做根本，叫做根本无明。
前面的四主题，当时咧讲什么呢？就是见思行。见啊，咱的见解，咱的思维，咱的内心的无明行等等啊，这拢总是叫做无明吼，这是四主题，拢是自我的无明。到个第五呢，就是根本无明。这个四主，那么咱简单来讲，那就是三界见思的烦恼啊。这三界呢，就是啊，大家人应该知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啊。咱即马来讲，第一啊，就是见一切主题，三界一切见性。其实呢，这见一切主题，咱的观念嘛，其实呢，咱普遍一切吼，那到三界一切的见性，这就是咱平常时啊，咱的见解啊。咱的思维真正是足普遍的，然后迄个环境真正大，这里的周围真大，所以呢，见一切主题吼。那第二呢，就是欲爱主题，欲爱的主题呢，就是伫欲界，咱的心灵欲啦，心灵点点呢，这个起现吼，拄则所讲的，嘛是伫个心灵的境界。现在呢，咱心灵啊，那是起到迄个欲啊，开始呢，都有思想，因为欲界一切的思想哦，咱心这个欲呐，打开啦，一切呢思想、思考啊，然后呢，愈想愈思，这个思想两字，听来甲大家人介绍过嘛。想是一个想甲心嘛，啊思呢是禅甲心嘛，啊禅就是爱静坐啊，所以咱沿迄个境界了后啊，伫咱的内心呢不断不断伫咧做作，伫咧制作无明，所以叫做思想哦。三呢是色爱主地，那就是啊。色界一切之思想，所讲的色界呢，咱所看到一切一切啦，不管是一粒沙，一点点的微尘，你看会到，你嘛会伫迄个所在去思烦恼啊。伫一切这个境界，只要你看会到、接触会到呢，内心嘛伫咧起烦恼，这呢，拢叫做思想。那第四呢，就是有爱主地，就是无色界一切思想，都正是看会到的哦。啊，即卖呢有看未到的物件，但是呢，嘛乎咱的内心呢非常的未现啊。咱听听，人伫这个所在，哇，想讲呢，真远真远的所在去。明明呢，咱是拥有这项物件，已经呢想到我会当阁比别人的物件较好，唔阁较好呢？那想要好，再阁较好，再阁较好，这就是咱众生啊，这个烦恼无边界啦，无一个边界，所以呢，咱时时啊，在这个无边无界，哎呀！苦海中啊，人生啊，受苦受难呢，就是伫这个无明啦。所以呢，伫这个前面讲过去，这个四主题再加入无明主题，安尼叫做五主题烦恼。各位，学佛啊，咱其实遮多的烦恼是对倒来呢？拢总是一念心而已啦，所以啊，一句话讲吼，人本无恶，人人本来拢无恶，一心如法界，大家人拢总是真干净啊。啊，但是呢，咱家己去污染的，所以呢，人本无恶嘛吼，那习近恶，安尼一地识，才
产生了恶，因为咱人人都是去习根去习，然后人之初性本善，习相近嘛，这就是习。所以呢，咱去看去学了真多呢，慢慢挖尽这个恶吼。咱若挖尽了这个恶呢，将必将恶尽，咱一定会去正恶尽呐。你若挖尽这个恶嘞，挖尽懈怠，你一定是对咯。咱来挖尽精进的人，咱若挖尽精进，咱就精进；挖尽懈怠的人，你一定是对咯懈怠。这拢总叫做分析，是一个环境。所以咱乃是啊，去习这个恶啦，咱必定呢会去种到迄个无明的根啦吼，那永远呢都在黑暗的内底。所以咱的心是要黑暗呢，或者是要光明呢？在咱的境界里呢，咱应该好好珍惜这个境界，咱来修好，咱来珍惜这个好，咱才有迄个力量再去做好。这叫做利己利他人呐、啊，各位，请恁大家呐，爱多用心嘛、啊，好好照顾咱这良心嘛、啊，金甲钱呐，咱应该好好分明甲离开，唔通用金引钱入咱的心吼、啊，请大家呐，爱会晓照顾慧明啊。